看这一题，他说滑车哈、哦、拖行只带运动的，打点计时器哈、哦、记录的情形如下，这是一开始启动的那个位置，哦、开始打，打点计时器每秒打20个点，我觉得它频率呢是20。试问哈、哦，一 A B 间的平均速度了 ，V A B 了，是多少？哦 ，A、B 间的平均速度哈、哦，这个是等于位是 1.5， 哦，这是单位是公尺，哦，没有，这单位是公分了、哦，这单位是公分了、哦，所以是1.5 公分哦，啊除以德塔 t， 哦除以德塔 t 的话哈、哦，德塔 t 是等于1/20的，1/20。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是15乘以2是30，30公分每秒，就0.3公尺每秒。所以答案应该选 C， 第一小题答案应该选 C。好，第二小题 ，BC 间的平均速度，哦 ，VBC 啊 ，BC 这是 2.5 公分啊 ，2.5。公分，啊除以1/20，是多少呢？25×5的话是50公分哦，每秒，等于0.5公尺每秒，所以第二小题应该是选 C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小题，他说滑车的平均加速度了，好，那一看的话哈，我们看哦，它这个。BC 的，啊，再我们看那个 CD 的，看它的那个时间的，就是那个速度的哈、哦，变化呢是不是成等差 ？VCD 的话多少呢？CD 是 3.5 哈、哦，啊除以1/20，这等于70公分哈、哦，每秒，就0.7公尺，每秒，所以是成等差，所以这是个等加速的运动。所以它的平均加速度哈、哦，就等于这个减这个，啊花了几秒呢？花了1/20秒，哦，就0.5减0.3，这0.2，它除以1/20啊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单位是已经是公尺了，所以这算出来的话呢，是公尺每秒每秒，所以的话是0.2哈、哦，乘以20。所以应该多少？应该是4公尺每秒每秒。所以平均加速度是4公尺每秒每秒。所以答案也是 C 啊。所以三小题哦，答案都是 C。